大埔主场迎战南华呢一场甲组联赛嘅戏码咧，上周嚟讲咧相当惹人注目噶。两队波咧都喺周中出战完亚协杯嘅赛事啊，两命运都有所不同嘅。大埔就输俾燕港啦，而南华就作客印尼嘅贝西亚赢2-0啊。嗱，欧聪大罗个波底线，后边有李志豪噶，佢都传中翻埋去俾咗。李奥，李奥亦都 set 咗埋中间梁振邦门前顶入噶，开波6分钟左右嘅啫，南华就领前1-0啦。好啦，欧聪俾到李海强，李海强嚟个远射，呢下又都几咁磅嘅呢个成都。梁振邦俾咗李海强，再俾翻梁振邦，左边有潘耀卓噶，传咗嚟中间，可惜咧欧聪攞唔正个波啊，结果个波落咗喺大埔龙门李汉豪身上。一下咧郭建邦嚟个传中波俾李奥，但系李奥就顶唔正个波，阿潘耀卓。同威人神做一碟，阿威人神第一时间嚟咗施射喎，李汉豪救出噶。好啦，强哥 set 到波李奥，李奥再 set 后俾威人神，嚟个插花先，窄角度起脚，你都过唔到李汉豪一关啊！领先住一球嘅南华继续喺下半场发动攻势噶，呢下李奥接应传送嚟咯，第一时间射门，结果呢球波冇乜力喎。威廉神嚟个起脚，结果呢下偏离目标啦。杜汉涛后入替球员啦，个波落咗喺安基斯脚下。自己嚟起脚啦，结果咧过唔到张春辉一关啊！张春辉下半场嚟讲咧就比较繁忙翻些少啦。好啦，潘耀卓，仲因为中间冇人接应噶，结果咧郭建邦第一时间转身射，呢下都唔中目标噶。我话呢下威廉神接应队友嘅传送，一控一射亦都相当之巧妙。为南华领先到2-0啦。威廉神咧近排喺本地嘅赛事咧，亦都有唔少嘅上阵机会。好啦，后备上阵嘅杜汉涛，咁咪传咗俾安基斯，但系安基斯唔够高顶个波啊！大埔有个攻势，苏维强俾啦，后面有杨旭嘅，杨旭又嚟个远射嚟，张春辉拍喺底线嘅，喂，又轮到南华呢边啦，威廉神呢下一射嘢都过唔到李汉豪一关嘅，陈旭自己及时解围，呢下又嚟嘅南华呢个传中波，李志豪一顶，因为佢顶唔中个波嘅。叶佳面对住卓卓都能够起脚，但系门前嘅赵准杰把握唔到机会，第一时间撞入啊！好啦，又系史高斯喺左路嚟个快放，呢下咧漏咗嚟右手边，俾欧聪用个身体撞入，南华领先到3-0啦。但系大波依然冇放弃，结果咧喺臨完場階段啊，由葉佳射成1-3噶，呢下系射个挂网波添啊，张春辉冇得救啦。呢个波冇越位噶，安基斯俾嚟右手面呢边，葉佳第一时间起脚嚟，结果咧都系攞唔到个波啊，未能够转化为入球噶。史高斯
俾嚟中间呢边，欧阳耀聪一射高出咗。哇！结果一场波咧，南华作客以3-1击败大埔嘅，全取三分之后咧，继续排喺榜首位置，领先第二位嘅天水围飞马7分，大埔依然系排喺第五位嘅。而因为已经好攰咧，球员其实呢两日我哋去完印尼翻嚟咧 ，team 都好担心啲球员，因为真系好攰，个个都唔系拉亲咧，就啲军医又话俾你听，嗰啲筋全部好实好紧。系啊，今日都见到几个球员都冇咁话冇咁咩啦。系，同埋都中都好似有些少伤有场。系啊，咁加佢哋冇一啖，都应该冇一啖。冇咁大，我主要系攰啊，即系我自己都系啊，我寻日行山行山埋啲筋都扯啊扯啊。咁所以有啲10日休息，我諗會可以好快咁恢復。好多啊，個質素，只不場地嗰個 quality 好多，但係仲係啲草又好多啦。但係個球場嘅始終係窄啦。咁如果因為大埔今日都如果打密集，我哋會難打啲嘅。咁佢今日又同你搶攻啊，又點樣又，我哋都把握到幾個機會，就贏咗3球先。應該好打啲啦。我哋喺下嗰4場攞7分，應該可以穩住嗰個4-5。咁所以今年係輕鬆啲。